从这个路口走上去就是不能说的秘密拍摄地淡江中学，这里就是传说中周杰伦上学时常会来吃的阿给套餐。那阿给是什么呢？美女最快的流畅的动物一个阿布拉给，我要一份那个周杰伦套餐，因为他每次来吃的时候都是点那三个，这段学生都是来这边，是因为他是初学生啊，来这边都赶不上早自习，所以都在这边吃，吃完等八点再去学校。老板告诉我们，吃阿给的方法是要把冬粉先拿出来和酱拌匀。超级好，终于知道为什么周杰伦哪怕赶不上早自习也要来吃。顺着路往上走，左边有很漂亮的绿地，远处就是大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周杰伦年轻的时候能写出那么多浪漫的歌来。终于到了传说中的淡江中学，大家记得来淡江中学的时候一定要在周六周日的时候来，学校才会开放，工作日的时候学校是不开放的。这就是淡江中学的篮球场，想想他当时肯定在这里打过篮球吧。在刚刚那个场景的左边，就是发生了很多故事的走廊。从淡江中学走出来，沿着真理大学走，现在我们就要去找那个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与你一起躲过雨的屋檐的那个屋檐。这里就是电影里当初小雨都没有带伞，然后小伦说带他骑车回家的地方。今天没有下雨，是晴空万里。另外还发现了一个小秘密，当初小雨在这里躲雨，但是上面并没有屋檐啊。现在我们来到了真理大学，其实不能说的秘密有很多场景也是在真理大学里拍摄的。牧师咖啡厅的后面就能找到当时拍摄的原场地。今年不少人来到淡江中学和真理大学都是为了打卡不能说的秘密的拍摄地，那我非常推荐这个地方，它就是叫青鸟楼，因为它不仅仅设计非常漂亮，而且人也非常好。我现在就到了这家餐厅，餐厅开在台北医学大学的校园内，去尝尝味道怎么样吧。别忘了还有一家周杰伦最爱的奶茶店。想问一下哪个是周杰伦最喜欢的款式？好喝哦。还有半小时采访就开始了，紧张哦。有什么推荐的打篮球的场地吗？打篮球的场地，对，不要太远啊，不要太远。我觉得就是这个平常，因为你每天都要去运动嘛，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我觉得不错，大家这个不错，就是它不会吵到你。